注意看，女子在进入电梯后准备到负一楼，但是电梯从35楼迅速下降至23楼。此时女子已经发现电梯出现了故障，她没有惊慌失措，而是首先按响了电梯内的警铃，并迅速按下之后每一层的电梯按钮。随后电梯在12楼停了下来，女子赶紧走出电梯。在女子走出电梯后，电梯再次上升，然后坠下。在事发现场可以看到，这部故障的电梯已经损坏严重。女子称自己平时有了解过相关的应急知识，才逃过一劫。这只是电梯故障的一种情况。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在按了多层的按钮，电梯并未停留在某层，又该怎么办呢？高级工程师唐亚东称，电梯故障一般分为3种情况。第一种是电梯停止无法上下，这时只需按下紧急呼叫按钮，通知中控室等待救援即可。第二种，如视频中的电梯急速下坠的情况，在按下多层楼的电梯按钮后，还是不能确定电梯一定会停在某层的，这时我们又该如何自救，尽可能的降低对身体的伤害呢？自救的时候呢，如果有扶手的话，手握着这个扶手，然后脚跟抬起，膝盖弯曲，这样把人变成一个弹簧状，这样减少电梯往下坠的时候，万一落到底部和下边那个缓冲器进行碰撞的时候，防止对身体的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伤害。如果是乘坐没有扶手的货梯，自救方式又会有所不同。这种呢，没有扶手的话呢，就需要用这个手抱住这个颈部，用手抱住颈部，后背紧贴着这个电梯，然后也是这样，后跟抬起，膝盖弯曲。这样也是这样，哎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它坠的话会这样，会减缓对身体内脏的一个伤害。所以如果遇到电梯急速下降，在按下多楼层的电梯按钮后，可以保持这样自救的姿态。如果电梯在某层停下，就迅速离开。如果电梯没有停下，也可以尽量降低对身体的伤害。第三种是电梯冲顶，这种情况不太常见，但对人体伤害更大，这时更要冷静应对。如果是客梯的话，绝对有这个扶手，这时候手要必须要握紧那个扶手，因为冲顶的话，头顶它会顶到这个电梯顶部，这样会到脑袋会造成一定伤害，这时候呢务必要抓住，冲顶的话必须要手抓住这个扶手。多学习应急自救知识，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，正确处理。